这都掉三颗星了，掉。就打了六把嘛，然后你打七把就晋级了嘛，就当时一颗星嘛。嗯。我气昏了，你真给我气昏了，我真的想捅死你啊！这一把一定要看好啊，你别忘记爆啊，一定要爆啊！哦 ，OK OK， 下次一定。龙王现在都敢给我加强了，之后敢给我递着战撸了，我你妈！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！他一级学个 Q 跟你战撸真不虚你。的确，我都感觉我俩互相伤害了已经。打蓝的劫，不打红的劫，他两级个劫，我还真得死呢，说不定。过你妈死！真别吐，真别，这暴击！被动给他打出来了，暴击给我暴出来了，好恶心啊！这狗东西还在那里扛红 buff 呢，还帮他打红 buff 呢，死行不行？呀，这劫不是很伤，这龙王帮他搞一下，上路能越啊？打直接美姨呢？拖一下不龙，来。算了，有点抓不了。我操他的猴的！这龙王现在那么恶心了吗？为什么要加强龙王？这丑牛马英雄，减速特别打团减速减的有点恶心。没有引燃语言，然后点死你，给他斩了派克，没视野了。好，你去上啊，别去搞龙王了，你去上啊，这波能抓的。谁呀、啊？这波派克，小猫一直去没大就搞龙王干嘛？对呀、啊，你没大搞他干够吧？这波再上双杀了。怎么敢这样压？有眼的喽！那酒桶是啥呀？辅助酒桶呀？辅助桶的哥是吧？我们家边路又是吸血鬼，这是鸟英雄。是呀，英子，英子战犯，纯战犯。咱们打几局的？这是第二局吗？第三局啊？第三局。好意思说第三局？别叫啊！我真服了，根本没有赢的画面。从现在开始再输一把，真的互卡，真的。必嘎一个，能打吧？你有一吗？有一的话杀他呗。啊、我挡完了，勾挂技能。那个龙王上去了，爷爷不知道位置啊。先错过真实送的粉丝牌，他去中的话，我们再推一波吧。
这血鬼也是猛男啊，就是干。去去去！给他赶漏了呀，给赶漏了你们，好就奔人这会儿，老弟，不要拆吧，他挪我的挪，要敌我，要咬我。这样子对的，看看这什么龙了，水龙了，咱们第一条火龙啊，舒服啊。我电报出来了，我回家抽个电报去啊。这个吸血鬼不要死，真的，这吸血鬼一会儿就死了。来拿增益，没钱吗？来封人中，先封人中。哦，维鲁斯单切杰，这杰直接没伤害了，八千多的，没起来。他这一套杀维鲁斯是没问题的，其实。维鲁斯又没削弱，靠我！你不等我，等我被抢了又狗叫我。你的阵容在哪里？你给我说说。你不早来？啊？都打完了，你来了。对面没急。过他个狗吧。来人了。最好先撤一下，哎，又给我扬尾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嘟嘟嘟嘟嘟。这压中啊！我的阿克上不是最强的呀，那谁敢说谁的阿克上最强的呀？我的妈呀，我没那么嚣张。你要问我，只能说我的阿克上是最菜的。这东西没得嚣张，这东西，除非对吧？除非你就嚣张，就很嚣张，除非你本身就很嚣张，对吧？我们不嚣张。打野是谁？打野是海英，一个牛马主播，纯伪代。一个尾带，不是打出来 S 评分就够了 ，S 评分就行了，加分就一样的，跟 MVP 一样一样的，根据你的这个就是一局打的游戏长时长，然后按你杀能不能超神，知道吧？这样算的，别死太多就行，输出。打满一点就可以了。喜欢吐，喜欢在那狂吐。回不去了吧？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退退退。我的经济不低的，我的经济是最高的，我的经济全场最高的，所以说他经济还有按经济的各种原因，经济啊，然后助攻啊，人头啊，这样算下来，死亡啊，这样算下来来算的，你知道不？我来扛吧，别死了，这样来算的，不是你拿不拿 MVP 就能得到的 ，MVP 只是一个那个称号啊，只是一个称号。
高地也得200多呀，反正比扣的多，肯定比扣的多，你放心，我打一把我肯定比你扣的多。谁你说我小丑是吧，你小子说我小丑是吧，我能杀他了。我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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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打隔山打牛，我你妈打死我宝贝儿，是行了，看三二一 Q 死啊，还打我一波了一波了，这把必是我的 MVP 啊，怎么可能不是啊，这都掉三颗星了，掉那么多了，根本啊。